留学生凯蒂在新疆医科大学学习临床医学，这所学术氛围浓厚的医学高等学府不仅将他逐步培养成一名合格的职业医生，还确立了他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认知与理解。留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习之余，凯蒂喜欢和同学漫步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体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浪漫，古老与时尚。新疆医科大学有来自中亚、南亚和非洲等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和凯蒂一样，他们深深喜爱上了新疆这块土地。